Hello， 大家好，我是电影兔不在家的宇硕。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恶魔之门》，前方高能，敬请期待。故事设定在北达科他州的恶魔之门小镇，一个女人和她的儿子失踪了。FBI 和当地警长联手探寻真相。这起谜一样的失踪案似乎与女人的丈夫有关。在北达科他州的恶魔之门小镇外，一位小哥开车路过，突然车坏掉了，然后来到一栋房子外，却不慎踩中陷阱而意外身亡。镜头一转，来到 FBI 和一位警长面前。此时他们正在调查一对母子失踪的案件，而案件的种种线索却指向了北达科他州的恶魔之门小镇孩子的父亲那里。警长和 FBI 女探员来到孩子父亲居住地，经过一番搜索，在地下室发现了一个不明生物，以下称为外星人。在一阵电闪雷鸣之后，母亲出现在了房子外。父亲救回母亲后，告诉两位探员真相。原来那位父亲信仰某种宗教，当孩子发烧严重就去院子里祈祷，结果一道白光下来，孩子和母亲都消失了。父亲十分愤怒，便冲进了白光，留下了一位外星人。父亲为了救孩子，带着剪下来的外星人的手指来到母亲出现的地方，经过挖掘，下面竟然有一个刻着的符号的金属盘，姑且称之为传送阵吧。随后他们再次来到地下室，准备处理掉外星人，结果外星人却让父亲知道了其实他早已经被操控的事实。紧接着父亲准备结束这一切，他带着自己俘虏的外星人来到传送阵。他将外星人放上传送阵后，又是一阵白光闪过，孩子从里面跑了出来。之后父亲拿着枪准备杀死孩子时，母亲开枪救了孩子。在一天早晨，母亲醒来发现孩子不见了，便去找孩子，结果在仓库发现了他正在撬地板。孩子对着母亲说，是时候了。此时镜头一转，来到地板下，里面藏着许多传送阵。整部影片摄影和调色都很棒，至少视觉上可以让人看得下去。其次，本以为是宗教片，结果又来了点科幻元素。然而在这两种风格之间，整体剧情略显混乱，核心概念又是一带而过，所以即便是沾了科幻电影的边儿，但讲的还是怪力乱神。好啦，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儿了，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喜欢的话请点赞或转发哦。我是宇硕，我们下期再见。